8日，韩国女团少女时代林允儿通过 IG 说道，画报拍摄崔明豪最强小偷认证 Instagram， 并上传了与仙女明豪的合照。只见该照片以巴黎为背景，黑色外衣的帅哥和美女并排而站，高颜值吸粉无数。网友们看后也直呼林允儿真的超好看了，明豪太帅了太帅了，哈哈，我们的少时团宠明豪啊。除此之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允儿与明豪还在4日一同参加了巴黎时装周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